算把看守牢房的人给解决了。既然潜入银月城的计划已经败露，也许我们应该回胡泽族从长计议。不，已经没有时间了。不救回特瑞莎以及其他族人的话，我能明白菲利达想解救同胞的心情，而我们瓦尔克利人也绝不是那种怯懦之辈。纳姆塔调查队成立的初衷，就是为了追查所有与纳姆塔有关的事件，并且从中解救因此受苦的人们。所以这次，我们也同样不能够退缩。尼亚大人，真拿你没办法呢，尼亚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按照原定计划，摧毁银月城的秘密实验所。真是谢谢大家的帮忙，请让我再次由衷的向大家致谢。那今晚的自制料理我要吃两份。没问题。啊，那个是瑞莎，哦，想不到你们竟然能够逃跑，不过那也是没有用的，这孩子已经被黑物质所控制，你是救不了他的。你让我的族人感染了纳姆塔热，让他们，他们不只是变成了纳姆塔，而且你可以操控他们。黑物质除了会改变人的性格之外，还能将原先身体里所蕴含的生命能源，而我却可以将黑物质萃取出来，转移到自己的身体里。透过我开发的微型装置，可以让我完全接收那份生命能源。有什么？那特瑞莎的生命能源被取出来以后，不就？特瑞莎非常幸运，能够成为这项伟大实验其中一位奉献者。我会感激她贡献出自己的一切。到此为止了，法雅尔，我们会阻止你的暴行。有本事就试试看吧。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找别人吗？
敢破坏我的实验所，虽然无法如愿接收特瑞莎的潜能，不过利用过去所收集来的黑物质也足以击败你们，结局还是会一样的。法雅尔体内那股与纳姆塔同样的气息突然之间暴增了好几倍。你没事吧，克菲尔？我还撑得住，必须想办法压制法雅尔，我才能对他使用进化之术。我要一个打十个，我要一个打十个。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。找别人吗？Thank you.
起，他的力量太强大了，我真想不到，在你们之中竟然有人有办法可以瘫痪纳姆塔。不过，这么做的后果似乎会损耗掉相当多的体力呢。稍待一会儿，我会好好研究研究你的身体构造哦。你休想再伤害任何人，法牙尔。其他没有利用价值的渣子，放弃挣扎吧，让我来送各位一程。身体竟然不听使唤，法牙尔的样子好像变得有点奇怪。我感觉到他体内的气息一团混乱，黑物质似乎在反噬他的身体。可恶，用来控制黑物质的装置竟然失灵了，我的身体反而被黑物质所攻击。菲利达，趁现在，法牙尔呀！做的好事，总有一天我会加倍奉还。咖啡儿，法牙尔被打败了。人类真是奇特，竟然可以为了同伴的生死而不顾一切。话说，那个可以净化黑暗意念的人类，他可真是有趣呀。这么一来，也不枉我们专程来到这个世界了。克菲尔，这里是哪里？为什么我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克菲尔，又是你，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声音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快点找到艾斯加大陆的女神圣物。只有依靠你使用女神圣物，才有办法对抗它的存在，否则万物都将面临毁灭。女神圣物，那是什么？它指的又是谁？继续你的旅程，你将渐渐找到所有事情的解答。克菲尔，你终于醒了呢。你昏睡了一段时间，大家都很担心呢。看来他频繁使用那股特殊的进化能力，有可能会造成克菲尔身体上的负担。各位，我有件事想跟大家说，虽然我还不太确定，但也许我已经知道。我女神圣物，那到底是什么呀？我知道大家可能难以理解，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件事很重要。各位，请听我说。我过去曾经在外地听闻，有一名脾气古怪的炼金师已在打探女神圣物的消息。也许他能告诉你们有关于女神圣物的事情呢。这么说来，确实是有一探究竟的价值。我不赞成，
你们知道，那些炼金士为了完成自己的疯狂想法，向来都是不择手段的。我有很强烈的预感，这件事情可能会和未来息息相关，说不定跟我身上所发生的事也有某些关联呢。眼下我们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，不如就先去寻找那名炼金士吧。寻找那名炼金士的任务，还请米娅大人务必也让在下效劳。既然特瑞莎这么坚持的话，希望尼亚大人也能同意让我和特瑞莎一起帮助你们。你们两个都要一起来啊？对，不管特瑞莎要去哪里，我都一定要待在她的身边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不过，你们得要先得到露西亚族长的同意哦。嗯，我一定会想尽办法说服她的。还有一件事，拜托你们别再大人来大人去的啦。是，尼亚大人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有可能是其他残存的纳姆塔，大家小心。这个是这好像是玻璃鼠。眼睛大大的，还有一对小翅膀，好可爱哦。我听说玻璃鼠是达西半岛的一种小型魔兽，拥有能够模拟其他魔兽的特殊能力呢。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呢？也许它也是法雅尔的实验品吧，或许是他自己想办法逃出来了。他好像很喜欢克里斯丁哎。你想爬到我身上来吗？哇，好痒哦。那你就跟我们回家吧。你是什么时候帮他取好名字的？就在刚刚。